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6月14号，是礼拜一，但是今天是这个端午连假，可是呢一点都没有连假的感觉，因为已经被关在家里一个多月，然后小朋友也都在家里。好，那这个正式服呢，我已经把这个密保峡湾推完了。那密保峡湾的话呢，这个先锋服已经录过，正式服我就不录了，就直接全部都已经解完了。那我这一次选择的呢，是我还没有神话的这个拉库，所以说选择的方向大概跟这个先锋服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 T3 嘛，然后紫灵魂石这样子。那拉库我已经神话了，然后我们来抽一下这个紫灵魂石吧。那就两两抽吧。好，没有齁，我现在的那个愿望已经低到说只要是没有五星的都可以齁。好，然后再来，哇，超级肥料欸。好，再来，鼠炮齁，至少有个鼠炮。好，来升一下，哇，这么多 ,OK, 鼠炮上个二星齁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异界旅店哦。异界旅店的话，目前我的这个卢克里利亚是五红哦，但是还好哦，我没有很急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一个礼拜的推四关的这个进度哦，就是接一次佣兵这样子。那卢克里利亚其实我的这个自选抽是够，那但是呢，它的这个家具实在是抽得很漂亮，你看，这边欠一个，这边欠两个哦，这边欠一个，所以说不论我抽到哪一个呢，我都不会重复哦，所以我至少会再抽到个一两件哦，然后再看看状况，然后是不是要抽哦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拉库一来了，那拉库我就早放在心愿清单，所以说我拉库一上神话就可以直接有四个红色，但是呢四个红色抽的不是很漂亮，你看这边有三个红色，然后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嘛，所以说接下来的我要抽到拉库九红的机会都是三分之二齁，所以说呢我决定就是直接把拉库五张都给他投下去齁，让他可以立即的上场。那拉库也是我自己想要测试看看的这个角色，所以没关系齁，反正我现在有九张，就直接把这个前期运气不好的这个拉库齁，我们就直接给他全部给他自选抽掉，那就来全部都给拉库齁。好，一次就直接定个五张吧。好，一张，然后两张应该是不会重复啦齁，因为之前录过了。两张，虽然是这样讲还是会怕怕的齁。好，两张，然后三张。OK, 然后四张。角色实在太多了。好，最后一个五张。喔，这个留这个传奇卷就是爽齁。好，这样子五张。OK, 这样我就不用烦恼拉库会抽到重复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键优化。噔噔，没有错齁，九红的拉库。好，那拉库毕业之后呢，接下来放哪一只角色呢？我是想要放，怎么讲呢，我想要放 Queen 哦齁。这个 Queen 齁。因为其实现在那个埃隆老鹰 Queen 对啦，越来越常用，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怎么讲，什么治疗，然后周围友军会增加攻击力 30%, 我觉得是有用的。那至于说我为什么放老鼠呢，纯粹就是团队远征啊，还有这个众神猎场齁，因为我大概都是会选满血，所以我想要把老鼠齁跟这个萨特纳先来个三红这样子。那特罗文的话是为了这个团队远征哦，然后老鼠跟萨特纳是为了这个众神猎场齁，因为我应该都是选择这个满血队，因为我的这个半神虚空队不够强齁。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至于说其他角色的话，就是慢慢抽这样子。那因为说拉库实在是抽的不是很好看，所以就一口气齁把这个五个家具给他。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库喔。拉库他的这个大招齁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说这个他成功击杀一个人，他会再去放一次技能齁。然后我们来看齁这个九红的家具。九红家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成功击杀敌人的话，他这必杀技也会对那个人再释放一次齁。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齁。该效果在每次必杀技释放之间至多触发一次，也就是说反正就是他就是会打同一只敌人两次啦。那如果说把那个人打死的话，他又会再打一次敌人，可是就不会再打两次了。所以大概就这个样子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拉库的这个必杀技连续击杀的这个状况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齁，哇，这个抖得很厉害齁。不过这个只是场外抖吧，你如果说真的见到战斗的话，应该就是那个四倍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齁。OK, 这样的动作是差不多齁。好，我们就只上拉库齁。
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加速齁，可是事实上这个怎么讲呢，游戏的加速齁是在设置那边，这个是游戏的加速，但是进到战斗呢，战斗的加速又是另外一块，这是拆开来的。那如果是用光环助手的话，它加速的话是这个场外加速齁，战斗也加速齁，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听不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库的这个大招齁，它的这个击杀之后再释放一次的呈现方式是如何。好，他开大招然后我们把自动关掉。他击杀一只，然后又击杀，再击杀，再击杀齁，再击杀。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齁。如果说他可以成功击杀一只呢，他就会再释放一次。那如果说他再释放一次又击杀一只点，他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释放下去。最多就是释放五只这样子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309的拉库齁我已经有了。那这样子之后操作业呢就应该会方便很多。但是拉库不只是他的攻击力好齁，重要是他的这个增伤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强悍齁。所以说这个除了拉库这只角色啊，然后再对比这个耀光帝国几只新的角色，才会觉得是说为什么瓦尔库会出这只角色呢？原本是要讲拉库，不知不觉又编了一下瓦尔库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